好，欢迎大家咧收听 Radio IKEA 有心情网上电台，由我李宇阳主持嘅与友同行。今集咧犀利啦，好嘈啊！揾咗咧我哋嘅五一二咧，同埋咧蔡奇俊呢个衰仔咧上嚟。喂 ，Hello 啊，点解我系衰仔？你关系太微妙啦，我谂，所以佢咁称呼你。你头先都好似有别名称呼佢噶，系嘛？是有咩唔记得咯？记得唔紧要，我哋咧即刻咧系进行我哋呢个访问先。好，不如同靓女讲先啦。五一二，你搞紧咩呢排？最近我签咗新公司啦，系啊，咁签咗 New Star 嘅，咁算系一个新嘅开始啦。因为之前有出道嘅时候咧，就同 Silifing 啦，即系合作，咁变咗中间就大家完咗之后，又中间有个 break， 大概系两年左右啦。咁嗰段时间就即系自己帮自己手，咁就空档期咯，可以咁讲啦，即系冇 management 喺身边。咁就依家就有啦，就签咗新公司啦，咁样。咁呢两年你点过空档？其实又不是完全空白的，我想即是艺人啦，身为吓，咁你都会明白到你事业一定有高潮有低潮啦。咁自己长期喺低潮嗰边，你唔好咁讲啦。我以前成日都睇你做戏噶，你我细细个睇你做戏。哇，可以讲啦呢句说话。我做下啲儿童节目咁。系咯，嗱，我空档期咪睇你。系啊，我都睇你做戏，仲早过霆锋出道添啊！唔系系空档期咪就系睇蔡徐坤做戏咯，就唔系嘅。嗰段期间依家谂翻转头就其实都几多嘢发生嘅，系啊，两年嘅期间，咁转咗公司，即系冇公司嘅期间就自己去，譬如接工作做啦，自己去傾啦，咁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啊，原來我以前都幾幸福嘅喎，就係、是以前真係有人幫我搞掂曬嘅，即係所有工作都即係唔需要自己操心嘅咁樣，咁但係原來要自己去同人哋傾生意嗰種咧係哇另外一回事嚟嘅，咁係尤其是係講我講到要喂你收幾多錢啊？係啊，呢樣嘢大家你有冇試過啊？你有冇試過？梗係有啦，好尷尬咯，呢個位咯，但係我唔知道女仔可能好啲咯，即系講開價啊嘛，平時即係街市買嘢都講開價嗰種，咁變咗其實都 OK 嘅，難就難在係冇人幫自己手咯，咁樣咁呢個階段咯，咁但係嗰陣時都好彩咯，好多朋友幫手，譬如即係自己冇嘢做好彷徨嘅時候，譬如有啲朋友就叫我喂，不如你入電台做啦，咁樣咁你試下做 DJ 啦，做下主持啦，咁雖然短即係三個月日子啦，咁但係其實我都學到好多嘢咯，咁繼而做咗電台主持之後，亦都有人揾我去譬如電視台啊，做一啲即係煮嘢食嘅主持啊，咁樣。你識煮嘢食噶？我識噶，我識噶，係啊，我本身我所以喺即係得閒嘅時間咧，我中意即係煮下嘢食啊，可能招呼下朋友啊，或者係即係研究下咩新菜式啊咁樣。咁我都出過本烹飪書嘅。好，揾機會咧上去試下你啲手勢先。好啊，約埋一齊啦。好，好啊。搞咩啊？近排咁，今年就好好彩啦。咁我哋 TVB 你知拍好多劇嘅，咁但如果一個 TVB 係拍好多，係啊，咁若然咧咁多個廠都開曬冇你份咧，咁就要等噶啦嘛，冇工開幾個月咁。咁好彩我呢排就啱啱一年開始就已經第三部啦。好彩啦，好似我往年都係一年都係得三部咁長下。係咯，依家先至三月啫喎。係啊，咁算係好好啦。咁而之前拍咗《法證先鋒》啦，咁雖然就一個單元嘅故仔。咁都有啲戲做 OK 嘅，咁而家開緊一套叫《我的如意郎君》咁樣就文初劇啦，咁就會多啲戲份咯，即係一路會多啲。你個咁嘅造型係文初嘅咩？係啊，係立曬上咪咯，側邊啲鏟曬青噶嘛。OK， 咁然之後而家啱啱接咗一部新嘅就古裝劇，咁聽日都造型啦。好啦，咁兩位咧講過啦，2011年啦，咁有個新嘅開始啦，咁啊又簽咗新公司啦，咁同埋工作量咧又多咗啦，咁但係其實咧，你之前講緊經歷嘅低潮係啲咩？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？咁大家可能都有睇我之前兒童節目啦，咁一做幾年，咁處境喜劇啦，同時三分親一做都年幾兩年啦，咁 keep 住好多嘅曝光率噶嘛，咁就唔係低潮啦，咁嗰時高啊嘛，咁而家少啊嗰陣啊嘛，咪低咯。咁因為到之後咧，
通常拍完處境喜劇，好多時都係又話要你洗個底，重新出翻嚟拍劇集。咁通常一段時間冇嘢拍噶嘛。哦，我諗起啦，即係嗰段時間，好多人又問我係咪俾人炒咗油啊？係咪轉咗台啊？同事三分七，又或者去咗邊度啊？咁係啊。之後話就話係原班人馬嘅，咁、啊、但係就唯獨是又好似少咗一兩個咁樣。嗯，咁當其時你係咪會即係會有好大壓力嘅？會覺得係咪自己做得唔好呢？嗯，即係又或者係咩事咩原因？係咪得罪人呢？係咪得罪高層呢？即係會咁諗咯。嗯，咁自己成日轉牛角尖啊，又會匿埋啊，又唔想見人啊，唔想翻工啊，唔想見到同事啊，即係例如喺公司見到李宇陽，佢問我：，咦，點解冇你嘅個個有喎、啊？咁我點答咧？即係有啲咁衰嘅人問你啲咁嘅問題㗎、啊？唔係，其實唔係衰嘅，可能人哋係關心你，只係問一下，即係點解？系咯，个个有啊！我以为你有噶，乜冇噶？哦，冇心装载噶。答咧，好多时候讲嗰个系冇心嘅，咁、嗯、但系你系当事人嘅话咧，你就点都会有啲唔开心。嗯、即系好多时候，我有阵时撞翻啲亲戚啊、朋友啊，咁、嗯、佢都会问，好惊噶。问到个问题就系、是、点啊？呢排忙咩啊？我都惊。第二个就系、是、够唔够嘢做啊？哦。呢兩個問題係好怕好怕聽到朋友問啊、嗯，因為當其時如果佢問啊，我真係有劇開緊嘅，咁我會開心，我同大家講啊，係啊，我拍緊啲咩啊，我呢排做緊啲咩啊，慢慢耐心等下啦，好快就會出街噶啦。咁、嗯、但係當你嗰一刻，你知道我哋做呢行唔係冇可能一年365日日日都有公開，一到係嗰排可能係真係完咗套劇或者係等緊開工嘅時間，一聽到呢個問題咧就。啊系啊，呢排放紧假，之前都忙紧啦。咁、嗯、但系你把口就系好开心、好轻松咁样讲，但系其实个心又喺谂紧，唉死啦！呢几个月都冇公开，嚟紧唔知点算啊？嗰啲咁样系啊，好多呢啲问题啊。咁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，你系点样解决啊？咁当时你都记得啦，其实啱啱系三分亲完之后，咁、嗯、你带我去做 gym 啊嘛，系、李阳就介绍我去。一間 gym 嗰度做，咁就 sponsor 免費，哇好啊，咁去做啦，咁陪佢開始做 gym 就認識咗一班朋友啦，咁佢自己又忙，佢又唔陪我做，咁我唯喺上面就認識咗啲師兄師弟，咁就開始熟起嚟，咁就多咗啲朋友一齊，咁又有一樣好熱愛嘅健身運動，咁啊每日都去健身啦，即係再為未來嘅工作去做好準備，做好準備，咁慢慢慢慢又開心咗，嗯，咁其實做運動。出身汗就已經係可以令到自己個人開心啲啦。咁同埋你一路做運動嘅時候，有朋友同你傾下偈啊，嘻嘻哈哈，咁亦都會增加咗自己開心嗰個元素。係啊，因為有時就成日就係諗住工作，咁就個人好緊啊，掹緊咁樣。咁有啲運動放鬆下，咁就會好啲咯。咁啊 ，Yan 咧，你之前你講過話有段空白期，空檔期。嗰陣時完咗唱片公司啦，咁我身份咧就歌手嘅，咁我咧就唱歌揾食開咁講，咁變咗我咧喺電視機上面咧就唔會話好似你哋咁啊，即係會成日都可能出到鏡啊，即係咁多，或者可能喺人哋腦裡面咁深入民心啦。咁嗰陣時完咗唱歌約啦，咁點咧自己一個人又冇歌出喎，咁即係等於你哋冇劇出咁。咁但係我接嘅工作咧，通常都係揾我唱歌啊咁。咁但香港的、唱歌 show 咧就並唔多，即係唔多嘅。咁、就算係都哇揾好多新人啊，或者即係當紅嘅即係 hit 嘅人、啊。有時揾藝員去唱添，因為佢哋親切啊嘛，觀眾係啊，同埋人氣啦咁。咁、所以其實即係都可以講話點咧，即係已經唔夠飯開噶啦，仲要俾其他人爭飯食咁樣。咁變咗個收入又唔穩定啦，即係可能你哋都會啊有個穩定嘅收入。咁但係我哋歌手就更加冇啦，又冇底薪啊，任何嘢都冇啦。咁變咗嗰陣時係一來又冇工開之餘，錢都係一個問題咁。咁嗰陣時情緒好唔好噶？咁可能會將呢一樣嘢帶翻屋企，就繼而咧就發脾氣，就對屋企人。咁我嗰陣時成日同我爸嗌交嘅。咁屋企咧都從來唔會問我攞錢啊之類嘅嘢。咁但係好就好，唔好就即係自己嘅情緒控制得唔好，就可能喐啲嘢就。發脾氣啊，唔滿意啊，或者係揾你鬧啊咁樣，咁其實屋企人都受唔少氣，咁亦都會覺得，都知你大壓力啦，都會原諒你啊咁。咁依家自己諗翻起都幾唔應該，就係點解阿爸
連自己咁親嘅人都要鬧咧，鬧到佢直情係覺得哎呀好唔忍心啊，甚至乎要個阿爸嚟同翻自己講對唔住咯。咁我會覺得哎呀點解要咁樣咧？即係嗰刻係覺得好唔應該，即係好不孝啊之類嘅嘢咁樣。咁你話嗰刻點樣可以舒緩啊或者減壓啊？其實冇嘅，因為人已經轉到牛角尖，同埋你嘅情緒已經好唔穩定，咁你就好唔開心啦，就喺屋企喊啦，即係成日都覺得呢個世界欠咗我嘅，即係個個人都欠咗我嘅，咁樣即係會好負面，好負面。機會咧，係啊？點解我咁可愛冬菇頭你唔中意啊？咁樣咁就成日諗呢啲嘢，咁我後屘就睇書。是啊，我以前读书都不看书的，反而即近这两三年开始看书，即看一些自我增值的能力啊，即怎样可以将你的心情啊情绪啊去放松啊这样咯。咁看书之后会明白到一些道理，这个是真的。咁另外我家就养了一只狗仔的。咁有时有些什么好不开心呢，你只要望住它，它就会氹到你开心。哎哟是啊，即这一样是可以消除你的烦恼，同埋将你的情绪是即舒缓咯，可以这样讲。